小王，我们明天去李老师家，应该给他买什么呢？我们给他买点水果吧。什么水果？葡萄怎么样？不行，葡萄太贵了，我现在很穷。香蕉呢？香蕉好，香蕉比葡萄新鲜得多，而且也便宜得多。Listen again. 小王，我们明天去李老师家，应该给他买什么呢？我们给他买点水果吧。什么水果？葡萄怎么样？不行，葡萄太贵了，我现在很穷。香蕉呢？香蕉好，香蕉比葡萄新鲜得多，而且也便宜得多。